我们从景安站出发，走景安路，就是出景安站之后对面的景安路，然后再走到底，然后转复兴路，然后再走到复兴国小的巷子里，然后复兴国小的旁边有一条巷子，就是这里。翻进来之后，还写此巷不通，就是这里。然后再此巷不通，然后登山口就到了，就到了那个。然后我们去看看才知道，它就有写，非常清楚。不过这里车子不能进来就是了，走路可以。国旗岭、国胜岭，丢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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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圆通寺建山步道，复兴国小登山口，国胜岭、国旗岭，迎日时，小心蚊虫及蛇。走啦，就在学校的外面，走。迎日时，味道就是这里吧。啊，我那个林雅堂两袖清风去中国回来，我差不多只要一年时钟，一年在那看三十摆。啊，每一届连续，我妈妈都对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无米之炊，让我们哦，啊，所以你看，因为地震这样子的。在那个绿野游动里面的轨迹里面，地图上有一个这个东西，树也要冬眠，九琼合浦树，九琼和沙浦藏在一起，同时落叶一起发新芽，同属鱼科，长得像像，若非落叶季节分不出来。哪一颗跟哪一颗，应该是这颗吧，这颗。光溜溜的那颗。和这颗吧，是不是？哎，两颗刚好怎么一起。兄弟。左边一颗。右边一颗。蓝天。国旗领到了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六角的亭子，漆成红红的。最主要是这里有一个旗杆，有挂国旗，叫做国旗岭。国旗亭。哦，今天好累呀，太久没有走路了。好久没有爬山了，累累死啊！国旗岭、国旗亭，好，还有一个基点。哎，该走喽！大榕树，这么大棵哦！这么大。这么大的亭院亭子，其实也不止一颗，那里还有一颗比较小一点。哇塞，十点半了，今天走了好慢哦，累累的，走，雀榕、预估360年，树高15。胸围13公尺，360岁的雀榕爷爷，就这一块。呜呼！
我们刚刚从360岁的雀榕大树爷爷爬上来，这里有一个那个观景点，怎么样？左边是那个还没到，我们等一下。其实天上山系就是对面那个棱线呐、啊，阿里库纳托里宫吼，烘炉地。我们今天没有要去那里，我们今天要去，那是烘炉地山，我们今天要去是外烘炉地山，是在前面哈，外烘炉地山是在前面，那边是土地公，就是那个杭楼堆啊，就是南四角山，我们是要去外南四角山今天，往阿家。土地公之外就是看棱线咯。哦，今天天气真好诶，一望无际呀、啊。走，圆通寺到咯，应该是只有远足来过，小时候。好，先看一下他的国旗。哇塞，我跟大国旗。哦，今天好好天哦，积云。七星山、大屯、小观音山，古迹耶，古迹来了。好漂亮的古迹，圆通禅寺。哎呦，圆通寺图书馆，圆通禅寺，哇，今天的云好漂亮。戏台，不是戏台，这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。佛祖大雄宝殿，这里是圆通禅寺的门口。我的记忆真的没有错，真的门口有大象，嘿嘿嘿。我唯一的印象就是好像有大象了的地方，哈哈，圆通禅寺。一样嘛，七星山、小观音山、大屯五六连峰、观音山、狮子、圆通寺的石狮子、石大象、圆通禅寺门口是弥勒佛。今天的云，睡，圆通禅寺，弥勒佛，弥勒佛石壁，大石壁，有一个凉亭，太阳。祥云朵朵，弥勒佛，圆通禅寺，弥勒佛，罗汉嘛，哦，好，去看看。刚刚从弥勒佛来，大石壁来，继续还是大石壁，一看就知道啦，一间店就在那。走上。石狮子吧，
线，天哪！糟糕了，太胖了。嘿嘿，我从一线天出来喽，好开心！回看一下，圆通禅师，上面就是仁慈寺。我们刚刚其实从仁慈寺下来，漂亮的云。101101今天的天气无敌无敌好天气，牛埔头山海拔277公尺，那个建设厅矿补基点，牛埔头山那个吹过去，你准风吹过来吹过去，哎哩，牛埔头山哦，该走了该走了，今天又迟到了，又晚了，又比想象中慢，呵呵，太久没有爬山了哦，今天今天今天啊，走不快啊，走有限五间山到了三角点哦，快快快快快快，该走了，时间 delay 太多了， Go， 连几公尺都没写啊，310哦，今天最高峰温比山375到了，真的很忙，我们要变天了，白墙，这有流龙头，白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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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不用拍了啦，哦，温比山要高375，我们要去石门路山中湖，那赶快下了，我们变天变天就惨了。好了，这里有一个小土堆可以展望了，就是好了，上去看一下好了。菜园，好了，彩蝶社区，嗯，马龙不够看呀、啊，看不清楚，好了，进来去啊。不到今天还会有这个景点，太极岭真的这么漂亮，一个阶梯直上步道，樱花大道哦，呵，预约樱花开的时候可以再来，今年较热吼，无应该爱开啊。哦，这有水无？这里是太极岭樱花步道，你看嘛，才水着。啊，你无迄个太极岭较侪。嘿，有啊有啊，伫遮。无你遐落去爱翕起来落看啊。无紧无紧，就有太极岭101。我第一次来，没有来过。第一次来啊？嘿，我没有来过这里。欧购节金元宝，呵，来走，这里是太极岭，我们是从这里来的，从山中湖来的，怎么样？山中湖往登山口，刚好去太极岭，没有去五层山，五层山四岔路，走，时间来到出发后的五个小时，走了快要10公里。继续努力 ，Go！